难看，但是，我一点都不嫌弃。好了，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解释也没用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去感动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事不宜迟，你现在马上就去子晨的学校，再拖几天你就恢复单身了。你加油，走了，快点训练了。嗯，加油哦，加油加油。赵师傅，你说什么？肩膀还痛吗？你应该在家里休养的。没事的，想你们了。